陪我一起做饭好不好？好啊。越是不敢下棋，那就越要找人下棋。就让你为我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能为自己喜欢的人做饭是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有你在，我不觉得孤独。可是我又不能替你跑完这条路啊。那以后我天天给你做。我害怕我一旦走出了伤痛就会忘记你。终于帮我找回来了。即使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他们也总会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。只要我们对他们的记忆还在，他们就从来都没有走远。你再教我下棋好不好？以我所有，如你所愿。